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。 Hello， 又是我名人钟表珠宝 Vincent Kok 啊，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就知道父亲节就快到啦，所以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款深受成熟男士们去爱戴的一款腕表，16508全金铺溜纹链。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。今次介绍这款劳力士 Daytona 系列，全只表都用 18K 黄金去制造。如此感觉不到，其实当年劳力士的 Daytona 系列的销情都是一般般，但是自从一个美国的著名影星 Paul Newman 保罗纽曼佩戴了之后，全球就掀起了一股 Daytona 的热潮。怀紧贴背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。Paul Newman 保罗纽曼给大家感觉就是好一种沧桑味，好一种成熟男士好稳重的男人味的感觉，所以为什么会受这么多成熟男士爱戴这款腕表呢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看完这段影片，大家都觉得这款腕表真的值得入手送给爸爸，在父亲节的时候就欢迎大家可以去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我，也都可以欢迎有个时间过来去选购或者去试一下。下集再见，拜拜。